旅行途中休息也很重要。有些饭店会用一些小物给客人带来超大惊喜。住在那里，感觉身心都能放松下来，疲惫一扫而空，非常满足。下面就是23间让客人感动的饭店。真希望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超棒服务啊。饭店提供免费的智慧型手机，客人住宿期间可以自由使用，拿出去也没问题。饭店提供租鱼服务，一晚 3.5 欧元，约台币125元，就有小金鱼陪你入眠。可以打电话让饭店工作人员给你讲睡前故事。如果你能破解魔术方块，就可以免一晚住宿费。按电话上的这个键，就能叫披萨。饭店的机器人会及时给你送上卫生纸。窗帘中间有缝隙，这个小设计完美解决了难题。花洒与开关在不同的墙壁上，不用担心淋一头凉水。这间饭店的淋浴间门设计非常棒，可以先把手伸进去打开花洒。饭店鼓励客人将洗漱用品带走，这是你偷过最好的洗发水。饭店的备忘清单上还提醒你偷洗漱用品。电梯按钮在走廊的墙壁上，按下后走到门口，电梯正好开门，拉一下绳子，房间中的所有灯都会关上。照镜子的同时还能看电视，每天提醒你天气情况。镜子中间的部分永远不会有水蒸气，洗澡后也能放心使用。泡澡时想喝啤酒的话，就用厕所中的开瓶器开瓶盖吧。这间饭店提供软硬不同的枕头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。这么多枕头，软硬都有。都说饭店的遥控器是最脏的，这间饭店就提供一次性保护套。客人可以选择房间中的香味类型，他们专门准备了卸妆用的毛巾。是的，床下我们也打扫干净啦。这些饭店超贴心，客人看到这些有趣的小细节，真的会放松下来。爱上这里啊。